想咧，其實做藝人呢一行咧，無論幾多桃花都唔夠嘅，越多越好，因為其實桃花仲有個愛情上面嘅咧，即係仲有人際關係啊。咁如果咧可以即係有多啲貴人相助嘅話咧，咁新一年豬年咧一定可以更加即係大紅大紫定啦，我諗啦。我諗。希望啦。你都望大紅大紫啊？更加。都呢個係努力嘅目標嚟嘅，咁我諗咧即係大家嘅目標都係越正面越向上，咁先有上進心噶嘛叫，咁同埋咧都需要嘅，因為如果可以即係話嚟緊發展事業發展得更好嘅話咧，先有錢供樓啊！你要俾首期啦。係啊，但係你都要供啊？嚇！俾咗幫手俾首期。唔係咧，首期仲要供樓。呢啲事上新年都係唔好提啦，咁都係即係想幫手啦，都盡量幫手嘅，希望可以係啊，真係啊，咁以防佢如果佢萬一有咩真係啊，有咩大吉利事去失業啊，或者點點嗰啲咧，人哋做醫生點啊？大吉利事啦，百無禁忌啦，咁樣咁都要自己都要經濟上有保障先得㗎嘛，係，同埋即係萬一佢有啲咩事供唔起，咁如果我都冇能力供，你斷供成層樓，連首期都蝕埋，係咪好實際啊？我都覺得新一年咧個女即係大個女咗咧，諗嘢都要長遠啲，即係唔可以淨係玩吃喝玩樂啊咁嗰啲，我都覺得人都成熟咗係件好事嚟嘅。我唔好咧，就成為咗九十後嘅榜樣喎，你咁快上到車。有啲咁嘅事，咁其實童年身邊咧，我又未覺得自己可以做到榜樣嘅，因為有啲比我更加叻，例如我啲童年嘅已經自己開餐廳啊，搞生意。係啊，中學同學啊，童年啊，中學添。係啊，咁所以其實我又唔夠膽，即係喺度自滿話自己咩同男朋友成功置業就係叻嘅，咁我覺得即係話一個人要努力嘅目標唔應該咁短嘅，就係話置咗業咧就叫做人生贏家就成功，你應該更加長遠嘅，即係顧好自己之後應該諗下咧點樣。可以再幫到即係社會啊等等嗰啲，所以我咪捐錢俾 Louisa 去踩單車啦，係啊，冇人記得啊，我捐咗10,000蚊㗎，哇，即係支持好拍檔啊嘛，咁佢出力，我出錢咁樣咯。